哇，这个牛酷，这个牛逼！永不磨损馄饨肉，永不磨损馄饨肉，永不磨损啊！没有永不磨损。零食怎么差距这么大呀，哥？鉴定点零食吧。打输7000块，宝宝卖5500。也是个浩南哥。大家要准备好神兵和灵宝啊，别等先丢。逆天的双蓝字来了，兄弟们！前面的30把，前面的40把，这是第38、9把啊，一直没出蓝字，一出蓝字出了2个蓝字啊。不贪心，要无级别永不磨损。利敏双加451，451在国标。477加敏，451加耐，420，451，462，451敏磨，518来，不要简易，不要坚固，不要绝杀，不要一修理。我靠，笑里藏刀，永不磨损。还加敏捷是五孔 PK 啊，你打着任务你刷着啊，但是呢它比较尴尬的地方呢就 PK 啊，双加太少了，任务的话笑里藏刀没有用啊。这个东西吧就是看起来有点屌炸天啊，但是仔细想想没啥用啊，但是如果再多个简易的话就非常的啊不错，不过这样的话也可以有个安慰奖，心里很舒服啊。